好，大家好，准备做一个全新的系列，挑战一下盲棋。那么今天我对战的是这个 Stockfish 级别一，就是首先说明一下，等一会儿我会在这个地方把我要下的棋打进去，打字打进去，然后对方下的棋会通过这个语音播报传到这个耳机里面。所以就开始吧。当然，我是不会看这个屏幕的。我是下白棋，OK。先试试看，试试看可不可以。首先，我先下一步 e4。哇，他走了一个 d5， Scandinavian。ed。哦，e5，过路兵，OK，看起来非常的合理，到目前为止。那我怎么下呢？那我还是继续出子吧，马 F3。哇哦！后到 d5，那我马 c3 捉一下后，后到 c5，那我走一步 d4，继续捉他后。过后，给后到 A5，我向到 D2，准备闪捉这个后，看看他能走什么。他也出子马到 F6。我可以怎么走？说不定我继续出怎么向到 D3，然后王车一位，比如说，感觉应该是比较合理，感觉应该是比较正确的。走了一步 C6，我不知道他要干嘛。我就王车一位，马 BD7，OK，我这个地方难道真的没有战术吗？不可能吧！等等，如果马到。我把马跳开，如果把马跳开的话，我象是可以进攻他的后。我马关键我马跳哪里？马到 e4 还是马到 d5 呢？如果这马到，马到 d5，马到 e4 有什么用呢？马到 e4。他后，比如说后到 C7，没看到任何有用。或者就走一步车到 E1，继续出子，车到 E1，继续出子。啊，他后到 C7。
后到 C7， 我想个办法，象拿 F4 不行，或者我先走一步 G3。准备的象拿 F4， 啊，他走到空 B6， 后 B6 他威胁我 B2 的这个兵啊，或者我可以马到 G5 是吗？马到 G5 我捉他这个象，但有什么用？马到 G5 他如果后吃 B2， 我的车到 B1， 后到 A3， 对，我可以走车吃 B7， 所以他暂时还没有，暂时还看不到任何威胁。对，我应该可以走马到 G5， 马到 G5 威胁他E6。马到 G5 之后他可以凑吃 D4。马吃E6，马E6，马吃E6，感觉还是可以。什么？我刚才是不是就吃了他一个象？我刚才是不是就净赚了一个象？他走到后到 B6， 等等，我看看为什么。等等，我还可以马吃他 F8 好像。等等，我马吃 F8， 把他们象吃掉。哦，对，我马吃 F8， 我还是个将军。对，因为我车在 E1， 呵，哇。他王吃 F8， 等等，那我刚才是不是可以走车到马到 C7？ 我还可以赢一个车呢。那我现在能够怎么走？他兵在 C6 对吧？他兵在 C6， 马在 D7 和 F6， 马在 D7 F6， 然后他后在 B6 是吧？他后在 B6， 他两个车没动，我车在 E1 和 A1， 然后两个象在 D2 和 D3。他仍然威胁着 B2， 但是不知道该怎么走。完了，我不知道该怎么走。我不知道该怎么走了，我随便走，想来 F1。不知道该怎么走。完了，王到 G8。OK， 然后我可以走车到 B1 对吧？他终于吃我兵了，车到 B1。
他要获得一层好的，他获得 A3， 然后我这个时候应该可以车吃 B7 对吧，车吃 B7 应该是非常强的一个戏，我应该没漏算什么，他象已经没了对吧，他象已经没，所以我车到 B7， 车吃 B7， 后到 A6，获得 A6 的话，我车到哪里呢？车到 C7 显然不行， D7 有他的马，但是他 F6 保护，我还只能车回来了，车到 B1。车到 D8。到第八，他威胁什么？什么都不威胁。说不定我走后到一了，我跟他对后，对后到一了，跟他对后，会怎么样？后到一了，跟他对后，尝试啊，军师一了。OK， 车到 C7， 那他保护 C6 的兵手，他保护 C6 的兵。我叠车车一，啊车，等等，为什么不对？不是车一吗？那我车不是在 B 一吗？我车在 B 一。还有一个车在一二，那我叠车为什么不行？我车一一，什么鬼啊？中间没子，我象在第二对吧？我象在第二和第二，那我最后一行不是空的吗？什么鬼啊？奇了怪了，马到 C5 威胁什么呢？等等，马到 C5， 这什么都不威胁。我是不是可以走象到 G5？ 我象到 G5 威胁的中马。对，我象到 G5 应该是个好棋。象到 G5， 这应该是个好棋。马到 E6。等等，那我象吃 F6， 感觉赢了。
它既吃 F6。 什么 H6？ 等等，我怎么又进转一码？H 六，等他现在还剩什么？他现在还有两车一马，对吧？他还有两车一马，我还有两象一马，两车是这样的吧？两车两象一马。等等，我还有，等等，我应该有，对，我马的 C 三。向走哪里？向走一米。向走一五。嗯，他马在一六的。哎，不管了，走快，走快一点，走快一点。向到 H 啊，向到 H 四，管他呢。哇，我还有这一分钟啊！哇，我时间危机，追到 H 七啊啊！还能怎么走？马到 E 四，马到 E 四，马到 E 四，跟他对的，跟他对的，车是 E 四。然后马吃啊，不对啊 ，C 七。上到 G 三，上到 G 三，不对吗？哦，对对对，我想想，啊，我想不能做 G 三。啊 ，G 哦，弃子弃子弃子。啊，我马在 E 四，马在 E 四，马跳。啊，我现在 G 吃 E 三，G 吃 E 三。那我走什么？我在走什么？我在走什么？个 HG7 啊，车不能吃哦，对，车吃 C6， 车吃 C6， 象吃 C6， 象吃 C6， 他如果车吃 C6， 象吃 C6， 象吃 C6， 象不能吃 C6 吗？啊，啊，象吃 C6 可以吃 C6， 那我刚才怎么没打出来啊？啊！哎呀，还是太慢了呀，太慢太慢。想吃 C 六啊，这是一个很明显的引起了。哎呀，还是太慢，还是太慢。我走了点什么 ？Scandi 那边要吃掉啊，进转一兵，马 C 三没问题。D4 没问题，象到 D2 也没问题。OK，C6 王车一位。对，这个地方可以直接走马到 G5。对，我不知道为什么。哦 ，G3 我是准备走象的，我 G3 我准备走象到 F4， 但我这个地方可以直接走马到 G5， 非常非常大的威胁。对，在后置。啊，这猪不能吃，它吃的话我车吃好像看起来非常危险。这个地方我可以走马到 C7 将军抽这个车的。我也不知道走什么，这地方我都不知道我在走什么。这地方我车到 B1， 后到 A3 车吃 B7， 这些都没问题，车回到 B， 我对掉后。这里也没问题。哎，这个地方他又没吃我。嗯，这个地方我干嘛要走？这地方他可以走 G5， 这
这个地方我有点时间没时间了啊。对，我不知道我是谁。哈哈哈。啊，还是太慢了，还是太慢了，下得太慢了。